定人生死。娘娘，不怕吗？沈凝想要做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，只有先生给得起。一切仿佛一场梦。曾经因为那颗不该有的妄心，我亏欠了很多人。现在我想把过去遗憾的、做错的尽力挽回，可冥冥之中总有一双无形的手将一切拨回原位。张大人可相信前世注定？比起虚幻的前世职业，在下更愿意相信眼前之事。原来你就这么在与张哲？本一身清尘，受害他误入歧途，求大人依我一命，还他一命。